当时在大陆各省，为了保存自身政治利益，组建军队划分势力，形成北洋。大总统随即展开了北伐，瓦解了当时。靠，白国风来了！老师，可以再用你一点时间吗？同学先自习。殷老师，你看过这张书单吗？我睡着了。奇怪，人呢？怎么没有半个人？台风警报？这季节哪来的台风啊？见鬼了！这种天色。看来真的有台风，已经这么晚了吗？该回家了。布告栏平常也只有注意行事礼，看了头就很痛。这是我的位置，课桌椅看起来很不舒服，但久了也会习惯。这课桌椅坐起来不舒服，但久了也会习惯。嗯，有照片。我记得今天上课时天气还蛮好的啊，现在竟然就说有台风。黑板上放着一张破旧的学生证。是谁的呢？税中返校生签名卡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……诶，可以自己取名字诶。那就用我自己的名字。平常我最喜欢的事情是睡觉。照片粘贴，诶，真的可以粘贴照片诶。哦，写好了，新增笔记，学生证，破旧的学生证，我好像没有见过这位同学，不知道是哪一班的。我好像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我不应该留自己的名字的。校歌：山风荡谷，恢宏气象，星星学子齐阴阳，青天白日，光芒万丈，坐育英才成栋梁。诶，我记得这首歌，我好像看过，诶，听过。学校的校歌其实还不难听，只是从小开始，校歌内容就不外乎爱学校、爱国家，最后打败共军、复兴民族，想起来有种奇妙的感觉。学生入学后，最先被要求把校训背起来，其实也不用刻意，被罚几次就忘不掉了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诚实、节俭、勇敢、勤劳。另一个重点就是认识校长先生。沈静先生，2年人班正兼是我的教室。
居然留我一个人在里头睡觉。对呀、啊，大家居然留我一个人呢。二年人班，我往右边走先。哦，这个是女子厕所，女生厕所还是别进去吧。大家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没什么想上厕所的感觉。我们先上楼吧。校门口不是走这里。哎，荣誉榜，新增笔记，检举北蝶公报，检举北蝶，人人有责，发现可疑立刻报告。学校教官发出了检举公报，因为我国和邻国存在的敌对关系，教官总说要小心敌国和国内的渗透，政府提供各种奖励鼓励学生检举北蝶。哦，原来就是在这个地方这样而已。OK。这个是哪里？听说老高有时会住在里面。上锁了，没有人在的样子。看看窗户，老高是退役军人，大家私底下都叫做老啊。这边原本是一间教室的样子，现在切半，一边当工具间，另外一边是供有老高在用。工具间可以进去、哦、为什么要手贱点工具间？ What the？ 这是什么？不要给我出来，我跟你讲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血迹啊？这件雨衣也太脏了，一靠近就闻到很浓的霉味。一台煤油火炉，去年寒流来时，有时会搬出来用，所有人围成一团的样子，还蛮好玩的。为什么你半夜不赶快回家，然后在这边游荡啊？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嗯？为什么工具间墙上会贴这个？我也觉得，为什么要贴这个？完全有看没有懂啊！取得物件，弯曲的手柄。可以用来动机械式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到了工具间，捡到一些东西。随手关灯，不、哦，不随手关灯。诶、欸、不能出去。哦，这边。吓死我了。这是什么？记得这是控制铁卷门的装置，要打开它吗？当然是啊。好，现在就回离开学校了。哦，哦，结束了。哇哦，嗯，破关啦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拉宝奇频道。我原来不是，我只是离开教室而已。要出校门最快的方式就是要穿过这个礼堂。原来还有礼堂。培养高尚品格，实践四维八德。你是谁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同学，你不回家，你在这边干嘛？为什么只剩下你一个人？你跟我一样在学校睡过头了吗？我先看这个镜子。仪容镜不自觉就想检查一脚有没有跑出来，有吗？有跑出来吗？看起来是没有。啊、同学，你在那边干什么？我不想理你。这个是什么？
东西？钥匙？通风口处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太里面了，手没有办法拿到。很老旧的排风扇，没有通电，风扇也不转的，转不太动的样子。深处隐约传来的声音是外头的风声吧？我不想跟那个同学讲话，我先做其他事情好。旗杆、班级棒，全校集合时就要搬这些东西。欸，有东西。桶子里放着一把雨伞，要拿雨伞吗？是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们用破雨伞可以拿到里面的东西。取得物件：白鹿项链。台风快来了。嗯，哦，看来是活着的人，还好。这是哪里？大礼堂，你睡在讲台中间。嗯？学校已经放学了，台风快要来的样子哦。台风？我刚从教室走过来，沿路连半个人都没有。奇怪，我怎么？快回去吧，天色不太妙。等下暴风雨就惨了。嗯，等等，我的项链不见了。啊？你有看到吗？我的项链。刚才叫醒你的时候就没有看到啦。怎么会？我弄丢了。到底掉到哪里去了？教室用的椅子平常不会搬进礼堂，今天有什么活动吗？我有，同学，我有，你不要走，我有，在我身上，你不要走，在我身上啊，你不要离开我。你要帮忙吗？嗯。这样会不会耽误到你啊？两个人找比较快。嗯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是什么样子的项链啊？玉佩，白玉的造型，用绳子系着。那我们分头找吧。拜托，谢谢你了。你怎么会在礼堂睡觉？嗯，其实我也不是知道耶，头还有点昏昏的，还是赶快找到项链回家吧。嗯，讨厌，到底掉去哪里了？哦，同学，你穿过我了。我有啊，我有，我有给你，给你。是这条项链吗？你找到了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在哪里发现的啊？隔壁的储藏室，掉进通风口里面了，感觉像是被丢进去的。咦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在那种地方？嗯，算了，反正已经找到了。没其他事情就快点走吧，感觉快要下大雨了呢。嗯，好。哇哦，雨好大！哇哦，你也好大！台风天待在这里太晚了，我们赶快回家吧。还好你把我叫醒，不然我可能要在学校里面睡着了。我们赶快走吧。
这块石头已经存在很久了，好像是从山上什么宫庙掉下来的。什么宫？宫岛？诶，这是什么？警卫室，连警卫都回去的样子。再过去就是校外了。桥断了！靠，不会吧？诶，天哪！而且河水怎么变红了？怎么可能？这么大的量，雪？雪？你不要吓我了！啊，抱歉，只是随口说说的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先冷静下来，这一定是有合理的解释。怎么会染红？台风天，水顶多变浊吧。我知道了，山上有几间工厂，一定是他们趁台风来的时候偷偷放废水。是这样吗？应该吧，其实我也没有亲眼看过啦，只是有从里长那里听来的印象。这样的确就说得通了。比较糟糕的是桥断掉，这下没有办法下山了呀。真是的，明明一堆人每天走来走去的，公所就是死都不改建这艘桥。先回学校吧，这样淋雨也不是办法。也是。别担心，如果只是台风，善用学校资源，可以安然度过的。你还蛮可靠的嘛，就保持乐观，这样。那我们走吧。又湿又冷又受困，祸不单行呢。就先休息一下吧，等会想想要怎么在学校度过台风夜。啊，对了，还没有谢谢你帮我找到项链呢。我是三年中班的方瑞欣，你呢？我只知道这里是二年人班。三年级啊，学姐，我叫做魏仲廷。不用叫学姐啦，有够别扭的，叫名字就好了。平常不会去三年级的大楼，觉得你们都在准备升学考试，气氛应该都很沙吧？才没有呢，爱玩的还是照玩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认真啦。还蛮羡慕你们，快毕业了，不用再看着白国峰那张扑克脸。白教官，你竟然敢直呼他的名字？听说他以前打仗杀人不眨眼的哦。喂，是私底下才刚好吗？平常大家都是怕他怕个要死，光远远听到他轻弹咳嗽就会唰啦。那个同学，就是你，过来。为什么看到教官就躲？心虚什么？你更肥啊！妈，学的有够像啊！就忍忍吧，明天就轮到你毕业啦。哦，度日如年好吗？我想好了，过一会我下去校长室打个电话，看能不能联络到里长。工具间应该有一台暖炉，然后再去保健室弄两条毛毯，这样过夜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你还真考虑周到呢，要帮忙吗？不用啦，学姐，你就在这里等，出众跑腿的事情让男生来就好。你这样很大男人哦。告诉你，我可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小姐。
是哦，对不起，我从小就习惯这样讲话。也不用道歉啦，你这个人真够直的。不然这样，我先去打个电话，回来再一起搬东西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的话我接受，你赶快去，快去快回吧。OK， 我们开始吧。电话打了吗？正要去，你快去快回哦。是吧，大哥？啊，怎么会？魏仲廷，魏仲廷，不要吓我啊！没有呼吸和脉搏，死掉了？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怎么会？少佐还在聊天的。天哪，我才刚认识你而已。这是噩梦吧？方瑞欣，先冷静下来，先冷静下来。讲台上掉了一本书，是魏仲廷的周记本。他稍早有看到他在翻，也许里面有什么线索。前路不明，须知异数。乾坤转乾锁，坤锁移起命门下签。看来是一张宫庙的诗签，前路不明，需要艺术。转乾坤锁，以起命门。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这简直是噩梦。暗到根本没有办法行走，带着蜡烛好了。新增笔记欠款条。奏折的欠款条，借贷人是工友高波波，债权人的名字很眼熟，似乎是隔壁班的流氓，一次借了将近一般人两个月的薪资，每月三分利，根本是高利贷。诶，里面有东西。哇哦，居然是死老鼠，难怪有股味道。刚入学时觉得当棋手的学姐们很帅，现在只想要摆脱这些东西。桶子里头都是垃圾。我们上去看他们把它放下来。不能走，上面不能走。希望一切只是噩梦。
大门被锁住了。这是什么墓碑吗？这边怎么会有坟墓？石碑上的字都被抛掉了。这里什么时候盖了一座小寺？里面供着几尊神明，除了土地公，我其他都不认得。香炉好像有些什么东西。取得钥匙，礼堂钥匙，钥匙下还有张纸条。这是什么啊？新增笔记。在小寺庙捡到像是小学生课本上的图文插画。夜晚出入请小心，遇见鬼魅莫害怕，屏住呼吸慢慢行。拜托，这哪是线索啊，这是恐怖。下山的路消失了。按滑鼠右键屏住呼吸。真的假的啊？啊！我知道为什么了啦，因为屏住呼吸有时间限制啊！叫的比大声大，叫的比游戏还恐怖。对不起啊，我，哦天哪！我可不可以放他下来啊？不行哎。大门被锁住了，应该是这把钥匙吧。你妈说我有病。啊，有病有病啊，有病啊，对，我有病。啊，有电话声，孤单的活着真是辛苦你了。虽然快毕业了，对校长还是很陌生。这些长辈总是给人戴着面具的感觉。这时候有人打电话进来，也许能联络到外面进去看看吗？为什么他大门便没有锁？书架上都是历史、战争和领导统御的书籍。印象中校长也是退伍军人的样子。记得魏仲廷说要联络里长，说不定是有回应了。喂，我是翠华中学的学生，学校里。对，学校里发生命案了，请快点找人。喂喂喂，有听到吗？听得到吗？方同学，我在。
在辅导室。什么？你是谁？喂？什么？没头没尾的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知道这通电话是我接的？辅导室在这栋的三楼。啊！这里有一桌神桌，要记录吗？神明保佑。档案柜这样开着没有关系吗？校内练馆分子名册。档案夹里是空的。水墨的风景画，看起来是学校附近的景色。就要上二楼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墙上贴满了镜符，为什么要贴这种东西？门被钉死了。教室里一片漆黑。拉门被铁丝缠住了，要是有工具，也许就可以弄断了。一张写着记中的纸，这是魏仲庭的教室。自求多福，到底是谁写的？魏仲庭的位置上面有些涂鸦。虽无非，非必冲天；虽无名，名必惊人。不懂。这里有张教官的宣导传单。校内禁止赌博，禁令，抓到会被勒令退学。出现这种公告，表示可能确有歧视。虽然不想进去，但是还是进去收集东西。我坐远点，不禁止。平常有压力时，厕所是静一下的地方。但是今天觉得很阴森。水槽里有一只铁钳。拿到东西了。头好痛，果然气色很差。魏仲庭突然就死了。我也有种生命危险吗？白露，这一切都是噩梦吧？白露是谁啊？忘记了，还是害怕想起来。锁住了，没有人在里面的感觉。门板上有污渍，发霉了吗？天哪，好脏哦！到底是怎么用的？水槽中有一些暗褐色的污渍，排水口卡了一个白色的小东西，骰子。这种地方怎么会有骰子？去路，像是破碎的课桌椅。
地上有一张纸条。在保健室外取得图文插画，若遇到魅皇族群，公卡威本引来时，引其插身速速而去。神明保佑，神明保佑，取得咖啡本。视力检查表，记得它是可以点亮的。桌上有几个文件。在保健室里拿到几份诊断书，日期4月17日，姓名李文侯，年龄17，性别男，症状左手腕脱臼。日期4月20号，姓名黄敏昌，年龄17，性别男，症状右颊肩骨粉碎性骨折，右上臂骨折。上面的伤者应该都是学校同学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会伤得那么重。门从另外一边被反锁他应该是随便说说的吧？哦，这边有个开关嘞。然后打开呢？哦，钥匙哎，原来在这里。灯箱角落有个椅子，这形状，把灯箱板位拉起来看看。
用的沐浴洗眼器，水盆里好像有些什么，又是一颗骰子。大铁箱里传出一股刺鼻的气味，这瓶是松香水。一些零碎的杂物，最近好像有人用过，地板湿湿的。从这边开锁，可以进去了。又拿到咖啡粉。香水要干嘛？别走！
什么声音？碗松动了。先一张纸条，割口。哇！图文插画放在若丹的课桌里，呜呼哀哉男同事，彼此良机成歌矣。文景取雪，郭网红，乾坤卦象藏其中。我要把。晚放拿去接水，接雪，雪就会有乾坤卦象。哦，我懂了，是，然后就可以解开那个八卦。哦，真不错。
清楚啥事。开门了。门被钉死了，进不去。这里也锁上了。害怕一切就此结束，红着眼眶写到一些，直到遗忘或被遗忘，所有字句只剩下深深嘲弄。哇，还要再一次。辅导记录，一张破损的校内辅导记录。年龄17，母亲为管家，为家管，消极，缺旷、早退等行为。个案尝试正当休闲如阅读，负面情绪有渐渐正向调整，需持续追踪。下面有4个师长的签章：辅导教师张明辉，辅导班级导师殷翠涵，殷老师主任教官白国峰，校长沈静。我的床铺为什么又变到这个？其实我还蛮认床的。重的衣柜，妈说这是她的嫁妆。好累，人们都说青春正美好，结果为什么都这么累？离开。
开学校以后又该去哪里呢？会和妈一样吗？何必想那么远？哭也是一天，笑也是一天。是啊，放瑞希，再难过也要抱着希望。起码这个周末有事情可以期待。桌子又被妈妈整理过了。说好说是好意，我只是觉得自己没什么隐私。啊，妈怎么这样，随便丢我的东西。丢在房间垃圾桶的照片里头写着一段字，在生活中应当怀抱着有莫大的希望，并以热情的回忆里来开拓自己的希望。实在很过分哎，又在吵了，有点困了，还是回去躺吧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呢？窗外也起雾的感觉，看不到外头。一觉醒来，发现身处异邦，在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做自己，那该是多么美好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我还没有进辅导室啊！啊！抱歉，我很恨，我把我的自己的照片放在上面，我超恨的。我现在非常的恨，为什么我要把我自己的照片放在上面？翠华中学惊传事故，学生遭到野狗群袭击，该生发现仍有疑似伤重，伤势严重。本报讯，翠华中学日前传出野狗袭击事件了。据了解，三年二班的学生拉法疑似三天前在底部睡觉时不慎坠落。之后便遭到周遭的野狗袭击，伤势严重。由于事发地点就在中学的后门旁边，距离三年二班不过是几公尺的距离。家长激动质疑：为什么没有急？及时拯救吧！连日豪雨酿灾，山区金船坍方。今日凌晨二点，传来巨大轰隆声响起。位于金銮乡七芒田户头庄发生土石流，据当地派出所回报，于山间百年灌溉渠道遭到上石土石淹没。本次灾害除了造成农民灌溉不便，亦无疑对金銮乡财政雪上加霜，亦无疑对金銮金无疑啦，是意思。就是对金銮镇的财政造成的雪上加霜。农会谴责地方政府放以上游工厂滥垦滥伐，导致水土保持失能。乡长张一坤对此表示，对于土石灾害已积极透过县府请求国军援助，盼使乡民能早日恢复正